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大瑶山，又称金秀大瑶山，历史上还被称为大藤瑶山。之所以名字中都带有一个瑶字，是因为此地多为瑶族人居住。据1992年版《金秀瑶族自治县志》记载，早在明朝初年，瑶族从湖南、广东等地进入大瑶山。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丰富的智慧，开发了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成为大瑶山这块处女地最早的开拓者。此后，又有各地的瑶民陆续迁居此地，并根据语言、风俗和着装，分成五大支系。这就是今天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茶山瑶、盘瑶、奥瑶、花兰瑶以及山子瑶。追溯大瑶山的历史，在唐代永隆年间，它分属宫、蒙、相三州管辖，其后至五代时期属司唐州，在明朝洪武年之前归属大藤峡地区。大藤峡位于桂平城区西北约8000米的钱江下游，是广西境内最大最长的峡谷。由于此地山高峡险，古往今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417年，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为了控制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改土归流的政策，激起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激烈抵抗。大藤峡瑶民起义几乎贯穿整个明朝，前后武装起义数十次，持续时间250多年。而影响最大的要数明正统年间侯大狗领导的瑶族人民起义。侯大狗，其带领的起义军半年内就先后攻下广西五府、广东六府以及赣南、湘南的20-30个州县，声势浩大，以致明朝廷两广守臣皆戴罪。正统帝朱祁镇急令各地，能捕侯大狗者与千金，绝一级，但竟不可得。盛唐山古石墙，据考证，是明末清初大藤峡瑶民起义建造的。像这样的石墙在盛唐山共有三堵，它是作为这个秘密的据点保留下来的。过去没有路的，山很陡的，官兵来不了这里，追不到这里。从大藤峡到这面石墙的距离约100千米，这是当年起义军最后的堡垒，也是瑶族人民为保护家园、反对封建统治付出生命代价的历史见证。大藤峡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瑶族人民敢于反抗压迫、坚韧不屈的精神却一直流传下来。1974年，毛泽东与人谈话中谈及明代大藤峡瑶族人民起义时，为其人物的命运感慨不已，遂而提笔写下大藤峡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经广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大瑶山瑶族自治区成立，因此地有金山秀水之称，1966年遂改名金秀瑶族自治县。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让封闭数百年的金秀大瑶山正式拉开了瑶都的建设序幕，点亮了金山秀水的文明之火。位于金秀瑶族自治县南部约28千米的下古陈村，是一个有着600余年历史的古老村寨。这里是奥瑶的传统聚居之地。奥瑶因读瑶字的发音与汉字的奥字相近，故被称为奥瑶。与其他支系不同，下古陈村的奥瑶人大多会跳一种用鼓伴奏的舞蹈黄泥鼓舞。作为家族第15代黄泥鼓舞的传人，70多岁的盘振松曾在上世纪90年代带领村民们受邀前往日本表演。这是黄泥鼓舞第一次走出国门。我们演出的时候呢，来了很多人坐在那里啊。我们表演以后呢，很多人来和我们合影。20年过去了，下古陈村跳黄泥鼓舞的村民们已不再年轻，寨子里会跳黄泥鼓舞的人越来越少。他们需要外出打工来解决生活的压力。如今盘振松因生腿疾行走不便，儿子想接他到城里居住，但他却拒绝了。跳了一辈子的黄泥鼓舞，如今却只能成为旁边的看客，盘振松还是心有不甘。制作黄泥鼓是盘振松祖上传下来的技艺，从选材到削制再到上漆雕花，工序极为繁琐。盘振松喜欢亲力亲为，这让他觉得自己离黄泥鼓更近一些。黄泥鼓分母鼓和公鼓，母鼓鼓身粗，音沉厚；公鼓鼓身长，声清脆。舞蹈时，母鼓控制多只公鼓的方向和节拍。盘振松亲手制作的黄泥鼓极为精美，鼓身大小匀称，声音纯正。村里的黄泥鼓大多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女儿盘春丽一直在旁边照顾着父亲。学跳黄泥鼓舞是她从小就有的愿望。但是奥瑶有这样的传统，女人不能参加祭祀祖先的活动。黄泥鼓舞更是传男不传女。多年来，盘春丽跟着父亲学习制作黄泥鼓，也学会了黄泥鼓最关键的秘密——调音。奥瑶先人保留了独有的用黄泥浆涂抹鼓面进行调音的传统。调音时，一边抹泥浆，一边旋转鼓绳中间的竹片，其音调与音准控制全凭舞者的耳力和经验。
儿的天赋，盘振松看在眼里。在传统与传承之间，盘振松最终选择了后者。我们以前实际上就是全男不全女的，我们全女的呢，都要我们的祖先呢要同意。带着女儿祭拜祖庙，曾是盘振松心里的一道坎，如今却成了盘振松必须的选择。而女儿盘春丽却是一脸的兴奋。这个毛尾啊，龙不硬吧，为龙不变吧。盘春丽拿起鼓迈出的第一步，虽稍显稚嫩，却是黄泥古舞传承路上最扎实的一步。这一步意味着守护千年的传统不再成为传承的羁绊，也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女子成为黄泥古舞的传承者。今天在金秀的很多村寨都可以看到女人表演的黄泥古舞，这个传承千年的技艺正在从大山走出，焕发出新的生命。瑶族服装由大面积的织绣而成，早在汉代就有瑶族先民织祭木皮燃以草石的记载，可见瑶族是个爱美的民族。上千年来对美的追求，让瑶族人民逐渐摸索出一套独有的以织绣为主的手艺。作为金秀瑶族织绣的传承人，赵凤香织出的绣品平齐细密和光匀顺，颇得织绣爱好者和收藏家们青睐。和大多数当地瑶族人一样，赵凤香的技艺来自于母亲的教导。在过去，瑶族人的服装皆由自己制办，女子织绣技艺的水准往往也决定了她在家里的地位。那我们农村那种女孩就是要会绣花，不会绣花那种都难嫁出去。金秀五大瑶族织系不仅服装不同，织绣手法也各有巧妙之处。茶山瑶以善织闻名，盘瑶则以绣为主。赵凤香是少数能将五大支系瑶族织绣手法全部掌握的人。瑶族织绣的诀窍就在于口诀，口诀并不押韵，难以记忆，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度不小。花篮摇的和我们盘摇有不同，扇子摇的也不同，那种口诀都不同的，都有很多的。
瑶族五大支系的服装虽然不同，但是每种服装都由大面积织绣而成，制作一套女士服装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极高，通常需要耗时数年。赵凤香一直致力于培养织绣人才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大，大多数人因为种种原因知难而退了。大门面问我们多少钱，瑶族服装多少钱一套，我们说4000还是5000块，他们就走人了，这么贵。他不懂是有多难绣，做的最好的一定要2年的一套。而被问题困扰的赵凤香却不知道，数百千米之外的南宁市，有人却一直关注着他的织绣。他叫吴真伟，是一位南宁的服装设计师。偶然的一次机会让他接触到了赵凤香的织绣成品。这些谜一样的图案和明丽的色彩让吴真伟感到如获至宝。此后，吴真伟曾多次前往金绣观摩赵凤香的作品。双子窑的花是故意露底的，它就是要这个露底，这个好看，不像我们寒窑是打叉的。他借鉴了赵凤香的一些织绣作品，设计出了一整套现代瑶族服饰，参加了一系列的国际展出。2016年世界旅游小姐中国总决赛，2017年的中国新西兰时装文化周，吴真伟设计的现代瑶族服饰以他震撼之美征服了现场的观众。在政府的帮助下，金绣每年都会开展织绣技艺的比赛活动，民族小学的兴趣课堂上也多了一门由赵凤香教授的织绣课程。尽管这些孩子的手艺还有些稚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他们一定能够用手中的针线幻化出一个个精巧无比、色彩斑斓的锦绣世界。年过八旬的楚清纯老人时常到山里采药，这个习惯他坚持了近60年。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医药传承人，他认为习医不懂药则医不灵，懂药不习医则药无用。更重要的是瑶族人采药的传统不能丢。瑶族人相信大山有神灵，向山林索取要以感恩的心态给予一定的回报，懂得激流是当地每一个采药人必守的规矩。激流呢，其实两回事，一个呢就是留叶就不留根，第二个呢就是留根就不留叶。主体位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1982年成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森林覆盖率高达87%。目前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广西最大的药物基因库。丰富的药材资源，独特的生活方式，让祖辈栖于高山密林之间的瑶族人学会了辨识草药的技能。吴
无论在高山崖壁还是在丛林溪涧，都留下了深山采药人的脚步。摇人膳食草药，取以疗人疾，折效。实际上，关于瑶族人膳食草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宋朝人周密曾在书中记载，方春时，瑶女数十，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从这些古籍中可见，瑶族人食药膳制的传统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这也是封闭环境中的瑶族人生存繁衍的秘诀之一。楚经纯老人在50多年的时间里，走遍了金秀的每一座大山和村寨，搜集了上千种民间验方和药材的种类分布资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将其整理成书，为大瑶山的瑶医瑶药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一个个记事本记录了金秀民间上千种珍贵的药方，它是楚清纯老人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搜集得来的。它是瑶族人世代对中草药认知的经验积累，对进一步发掘、保护、延续和振兴瑶医药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金秀大瑶山里的中草药不仅为瑶族人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更因其原生态、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弥足珍贵，成为了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和财富。六段村位于金秀瑶族自治县中部，这个村寨建于清道光年间，建筑以黑瓦砖墙为主，这里也是茶山瑶的祖居之地。据说茶山瑶的先祖刚迁入大瑶山时，见到一片茶山，便将此处作为族人的栖身之所，故而这个族群也被称为茶山瑶。茶山瑶以善采茶制茶而得名，故而汪云贵的童年记忆中最熟悉的味道是茶香味儿。汪云贵是村子里不多的大学生之一，最初是在南宁的机场做了一名地勤。对于从小在山里长大的瑶妹来说，外面的世界就是她的梦想。但是待久了你就会想，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开始想家了。茶叶是茶山瑶赖以生存的基础，每年采茶的时节也是寨子里最热闹的时候，慕名而来的山外客人和当地瑶族人一起欢度瑶族人的传统节日。瑶族是一个有着丰富民俗仪式的民族，从出生到成长再到老去，这些传统的民俗成为每一个瑶族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对年轻的汪云贵来说，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家乡的婚俗。
六段村大多数房子的一侧都有挑出的吊楼，这是未婚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假如来者是姑娘的意中人，吊楼的门就会在歌声中静静打开，这时勇敢机智的小伙子就会攀木而上。茶山瑶把这种恋爱方式称为爬楼。我们姚家人的婚俗有很多种，一个瑶族支系的都不一样，而且很有意思。我的父母也是通过爬上这个吊脚楼在一起的，我的也是。在家乡举办婚礼是汪云贵最难忘的一段回忆。金秀瑶族婚礼内容丰富，既有男婚女嫁，也有男嫁女婚，后者在当地被称为嫁郎。嫁郎完整的仪式是从唢呐迎亲开始的，新娘的迎亲队伍在村口为待嫁的新郎换上新娘准备的嫁衣，并以布盖头，以扇覆面，表示新郎出进新娘家时的腼腆，同时也让婚礼多了一份神秘。嫁郎是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女方多为独女或多女家庭，男方到女方家要承担照顾家庭、赡养老人、维护家族的责任。所以在金秀嫁郎被视为具有尊重同族老人、顾及族群兴衰的美德。新郎在到达女方家门前要先洗脚换袜，意为洗去风尘。现在你嫁到我家来了啊，你是我们的人了，应该穿我们的衣服，穿我们的鞋子。新郎新娘的拜堂仪式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道公主持，道公要替男女双方祷告。三拜三啊，获得祖宗的祝福之后，新郎新娘喝下交杯酒，婚礼才算完成。今天金秀瑶族人的婚俗礼仪已经成为了当地发展民俗旅游中的一个项目，每年的旅游旺季，山外的客人就会来到山寨，与好客的瑶族人一起欢度节日，感受这份特殊的民族风情。从喧嚣的城市回归质朴的瑶家妹子，像汪云贵这样的年轻人与古老村寨达成了一种新的默契，他们守护彼此，共生发展。到丰收的时候，或者今年的收入比较好，或者是受到别人较大的恩惠，都会自发的做一场功德。苦恼改变，爱人浪来，爱人浪来。
林员莫先海常年行走在大山深处，熟知当地的每一处密林小道。今天他和同事决定在这条山间小溪上架一座简易的竹桥，方便他人行走。南方多竹，取材极为容易，一把柴刀，几根竹子，便可制成简单的竹桥。瑶族人相信，给别人方便，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架桥做功德，既是一种善念的传递，也是金秀大瑶山人渴望改变环境的一种需求。金秀瑶族自治县地处大瑶山中心地带，万山盘处，古深壁悬。进出大瑶山，自古就有悬登绝壁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逐年对金秀的交通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曾经崎岖的山路变成今天的通途大道，但金秀的经济发展却仍然面临着现实的困扰。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广西最大的水源林带，每年蓄水量高达25亿立方米，为周边县市的上百万人口提供着生产生活用水。肩负着生态责任，金秀就不能大规模发展工业，很多村寨的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考虑到金秀的实际情况，198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召开了旅游规划评估会，会议通过了大瑶山旅游总体规划的方案，为金秀旅游事业的发展制定了蓝图。2006年，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再次提出生态立县、旅游兴县的发展思路，旅游产业成为当地必然的选择。陶金海是金秀镇孟村人，近几年他带领村民在寨子里搞起了旅游。老陶所在的瑶寨位于金秀县城西南部约8000米，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独具特色的民俗表演，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到村寨。在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下，金秀瑶族自治县近100个瑶寨几乎都发展起了民俗村旅游。远来的客人徜徉在古老的村寨，欣赏着当地原汁原味的民俗舞蹈，品尝着纯天然的美食，感受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起源和文化精髓。道路的畅通带来了新路的畅通，六段村的汪云贵在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事业的新起点，带着村民们做起了电商生意，繁忙的订单也让六段村与世界有了关联，打开了新路，新路打开了创新的路，现代的路，金秀这个美丽的城市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一条通往明天的发展之路。大榕树下的黄泥谷
穿越时空与先人对话。功德桥上飘来的歌声让金秀留住了往日的时光。五彩斑斓的织绣让美有了新的含义，轻扬飘逸的舞蹈映射出金秀瑶族人岁月的华丽。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专家学者，金秀大瑶山之旅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珍贵的积累，一个值得珍藏和回味的瞬间。钟情于瑶族文化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一生5次前往金秀考察，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语：世界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在中国，中国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在金秀。金秀人在发展与生态面前找到了一条新的平衡之路，生态立县是为了把更多的金山秀水留在这里，留给子孙后代。